桑小姐，不如我们赌个赌约如何？杨艳云只收下你的荷包，这个赌我应了。桑琪，请致见之仪。弟子进学，拜见燕四爷。桑琪，你可知道女子送男子荷包是什么意思？知道，就是有意思。但弟子并非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学生对老师的那种意思，意思意思。燕四爷，这可是拜师礼，您不能不收吧？白石，记录一下今日收到桑琪送的拜师礼，礼联一条。雕出小技。四爷，是说绣工拙劣，不过还请你相纳。你完没完啊？别人送荷包都是情深意浓，你送荷包倒好，简直就是要命。你要是个杀手，我现在已经先后被你用弓箭射死，被你吓死，以及活活被你气死。我这不是怕没有什么挑战性，我怎么能引起你的注意呢？真是太妄自菲薄了吧。四爷，你就看在前尘旧往的份上，收了这个荷包吧。我和你有什么前尘旧往？把荷包放下，我带你去科室。